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您收看《中国无尽》。暑假到了，忙碌了一个学期的孩子们终于可以放松一下了。我们《中国无尽》栏目特地呢安排了一组暑期节目，有青少年朋友喜欢看的警犬训练，有渔家子弟别样的课外生活，还有和青少年有关的安全警示类节目。今天啊，我们就先给大家播放一个案子。有资料显示，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啊呈上升趋势，尤其是节假日明显高于平时在校期间。今天播放的这起案子就是在节假日里发生的。2013年的元旦，黑龙江省绥化市绥宁县城的一家 KTV 迎来了一年中异常火爆的时刻。正当人们载歌载舞迎接新年来临的时候，没有想到的一幕悄然上演了。2013年1月1日，北方小城绥宁迎来了30年来最寒冷的一天。深夜，这里的气温骤然降至-36摄氏度。凌晨3时10分，在熟睡中迎接新年的县武警中队的官兵们，突然被一阵急促的紧急集合号令惊醒。我们政委跟我说第一句话，阿萨斯歌厅发生一起劫持人质事件，要求你中队迅速组织应急班人员立即开赴现场。当时我接到这个命令的时候，说句心里话，我以为是不是又在搞演习，因为我们近段时间都在搞这种方案演练。事发地啊，距中队也就7-8百米，跑步前进。到达现场以后，我一看，这楼底下全是这个警车干警，这战斗真的来了。这家歌厅是绥宁县城最大的 KTV 娱乐场所，谁也没有想到，在辞旧迎新的这一夜，悄然上演了一起绑架劫持案，惊扰了这里沉浸在欢乐中迎接新年的人们。当时他们在8:30左右吧，那功夫是挺忙的，就没有注意到他们几个。到吧台，让我家声乐给找了个房间，要唱歌。去的是那个2楼的206房间。那时候也是吧台吧员接的电话，让我上到206，说点歌跟客人发生一点冲突，让我去解释一下。然后我就进去了，我进去之后把门关上，后面给我一把刀顶腰上了，这就把我逼到屋了。沙发顶上坐3个，拿3把刀。老大那小汤帘那小子拿这么长尖刀给我逼到这儿了，不让我动，还动，动就弄死。割刀给那个就架在脖上，当时脖子划了2口。我到这儿来没有别的意思，我想求个财。然后我就说，唐三，我说你看咱俩这搁这屋咱俩闹吵咋说呀？我咱俩出去找个没人的房间。他出去溜一圈，看在房间没有人，之后回来了，再叫我，走，你跟我出去。我跟他出来，在出来的同时，往前走的同时，抓住机会我就跑了下去。跑楼下，这个警察就给我打电话，我外边，我开车我就往回走。到家的时候，我说先报案吧。接到报警，当地派出所迅即赶到事发现场，对案情进行侦查。叫了几个点歌的？一共几个人？4个。4个小伙。对，跟我家的四个。点了几个？点了几个回来？点了4个。给他们拿的是3把片刀，1把那个省日本战尖刀，尖刀跟刀模的对长的，两边都开进来。当时进屋的时候给逼上。当时进屋的时候，他四人你看着拿刀了吗？都看着，都拿着呢。我当时我进屋没能给我机会呢，就给我逼到屋了，直接冲到2楼啊，上2楼了。对，2206，现在2206，2206。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要钱，也确实说过看场子这话，说要老板给我拿钱，不行，要是不行的话。我们在这儿给他照场子，就直接找我家大老板。对呀，说要跟我家看场子，一个月跟我家老板给个10000块钱保护费。据当时这名值班经理的描述，四名不法分子将服务员劫持在歌厅2楼最里面的一间不带窗户的包房内，既不方便观察，也更难以掌握人质的情况。当时吧，就是这个经理从2楼那个跑出来之后，把对讲机拉屋了。
那么呢，他在楼上用对讲机，我们在楼下用对讲机。这哥们儿也好，叫老板上来，我们就是求个财，看场子，出来也是苦命活，是不是脏？他又要找我，这肯定不能上来。考虑他不知道他是到这儿干什么。一会儿吧，这么的，你抽完时间你就在楼下，你就跟他说话，你就说我那个家。尽量拖延时间。没问题，没问题。争取给我们那个提拔申请支队。啊，争取时间，他马上也到了。行，大堂经理，马上见你们老板说两句话。咱们过来，咱们绝对不带动手的，咱们没跟他自首。后期吧，这他就有点急了。这老板怎么还不到家呢？什么意思啊？不行，我们就杀人了。经理又跟他说说，哥你慢点，这么的，我把老板电话给你，你给老板打一下。电话多少？给我。号现在说，三位数说一遍。18618645521987。我兄弟啥意思？他说我还是我们从江西来的，就是想来求财，就想见你面，你抓紧上来。我上了外边弄俩车喇叭，他说你看你，我说你看这开车呢，这溜光呢，道还远，这么的吗？我给他打完电话之后，又拖他就将近一个小时。由于无法准确判断不法分子的更多动机，派出所民警要求歌厅老板以不在歌厅为由拖延时间，同时迅速向县公安局报告了案情。要是不把两条整走，这事就大了，我不想让事大。警察先走了，现在一楼二楼都没有人了，就等姜老板回来给我谈，要不你们下来看看。为了不打草惊蛇，警方迅速隐蔽到一楼经理办公室，一面周密分析案情寻找突破口，一面通过办公室里的监控系统严密监视楼上的情况。出来了，出来了，哎呀，是啊，对，就是他，是的，就是那个头目，就是那个头，是不是？1时45分，案发已经将近两个小时，拖延战术并没有让警方捕捉到任何战机。就在警方为此而困惑的时候，劫匪向歌厅提出了新的要求。哎，大堂经理啊，那个小雨啊，在不在啊？你那老板啥时候能过来啊？有没点诚意啊？那哥们都饿死了。那啥，给我整几碗泡面上来呗，那个桶的那种，来几桶，十分钟送上来。你要这个再饿也十分钟上不上来，你自己看办啊。劫匪突如其来的要求，让始终没有丝毫进展的案情忽然出现了一丝转机。哎，利用他吃面这个机会，能不能用一种麻药把对方麻倒？为了抓住这一战机，警方迅速找来了当地医院的麻醉医生，商讨对策，对将要实施的这一方案进行了缜密的研究论证。想拿到这个目的，一呢是得是一次服务，不能引起他的这个怀疑。这个水和路泉速度快，但是它的刺激味非常大，它是不是口服的，是灌肠用的。这苏氯胺定呢，刚才我尝了一下，这个药苦味，容易引起他的一个警觉。有4个那个犯罪嫌疑人，还有3个被劫持的人质，不知道他们这个食品怎么去分配，因为拿入食品以后，也怕他们先让这些人去吃，你用上以后，它能马上见效。如果是当时有那个麻醉倒的人，其他的人还麻不倒，这样就发觉了。经过警方和医务人员的充分论证，由于利用麻药麻醉劫匪存在诸多风险，最终这一方案被搁浅了。斩机忽现即逝，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为确保人质安全，绥陵县警方开始让歌厅老板直接出面与劫匪交涉。报案录像有了，啥意思啊？还不上来、啊？哎，哥们儿，你这事我也没法上去，我咋上去啊？我也不能自己一个人上去。哥呀、啊，你在厂道上混这么多年，你不能贪生怕死吧？老弟，我说句玩笑话啊，你上来我也不能碰你一根手指头，谢谢老弟。我俩第一次谈。他让我上去，我说那我不能上去。我说你看你拿刀，你我怎么能上去？我说这么的，你把服务员给我放下来。你上来之后把服务员放下，你到我25呗。你先上来，不让我接了。
3:20，武警绥陵县中队应急战斗班奉命赶到事发地域，迅速对歌厅周围进行了严密封控。3:50，绥陵县公安局和武警支队的领导率领公安和武警的特战队员相继赶到事发现场。僵持的时间太长，犯罪嫌疑人的心情比较急躁。你们那老板呢？你们那个军哥没来了？我主张和歌厅的老板，我化妆成他的亲属或者朋友，和他一起上去，对咱们人质构成威胁，马上可以采取行动，使用武器，哎，可以当场击毙的。但是后来领导说呢，最好呢采取智取，考虑他们非常年轻，岁数小，给他们一次机会。连指制定了一个处置原则：围而不打，攻心为主，相击普天。采取的办法就是用老板换四名人质。老板，你不讲油啥意思？还不上来？没啥呗，我给你当人质，咱们谈。别给那女孩子吓坏了。老板呢，去换四名人质，这个呢能够大大的降低我们处置的风险。老板呢，也是他们最大的筹码，同时也可以稳定他们的这个情绪，达到我们预先设计的以少换多的这个意图。那你看你拿刀，他家四五个人，你这是干啥呀？那你地儿我也很有诚意，对吧？也是就是想给你看场子，但是咱以这个方式认识，认识一下可以，怎么认识都行。你把那个服务员都放了。老板说，你能不能把我这几个服务员放了？你把我扣到那边，完了你有什么要什么条件，咱们之间再谈。从那个包房里边拽出来一个，拽到楼梯口，说老板你上来吧，让他下去。老板说那不行啊，说你能不能讲点信誉，你把他们也都放了。这嫌疑人也寻思了半天，说我让他先下去吧，看你有没有诚意。哎，这样是先放下来一个。七个人，四男三女，嗯，现在就是他对你们有没有殴打呀，或者是就拿刀鼻子你们，怎么个鼻子？就把刀放在这脖子，放脖子上。以一换四的失利让警方感到劫匪对歌厅老板依然心存疑虑，也让警方意识到必须引蛇出洞才能创造更多的战机。为了取得劫匪对老板的充分信任，廉耻故意指派一名经验丰富的干警公开身份与劫匪交涉。公开身份，现在你们已经被包围了，这种行为是不是犯罪行为？是不是？你控制人时间超过多长时间？你是什么性质？你要给人造成伤害，你又是什么性质？是不是？这样你就是处置上绞尽投降。如果要是谈不成。白天的节，另外现场这块吧，咱们做一些必要的准备。这个一个是警力呢，要充足一些。好，收音。那谁啊？班长。哎。把昨天我们来新闻口出来。你谁呀、啊？我是所长。啊。你放心，我们肯定能保证你的安全，负责安全就出这个阿里。让警方没有料到的是，警方的出面交涉没有赢得劫匪的信任，反而让劫匪变得更加警觉起来，居然变本加厉地向警方提出了新的要求。当时他提出要车，要离开绥陵县城。这个呢也基本上符合我们引蛇出洞、伺机捕奸的战斗思路，但是他却超出了要在歌厅结束战斗的预想，所以。我们马上制定了第二套作战方案。你要车，我们就给你车。我们在门口设立了由公安干警控制的许多辆的出租车。车我们可以给你准备，但也不能让你顺顺利利的走。经过测算，我们给车加了少量的油，车胎呢也进行了技术处理。我们四周已经设好了卡，让你走也走不远，逃也逃不掉。凌晨6:40，随着天色渐亮。一张防止劫匪逃跑的捕奸大网也随之张开。咋了，三儿啊？这折腾半天久了，你也拿出点诚意来，是不是三儿？我钱呢？我看钱儿，钱儿都搁兜里呢。你以为你把人质放了吗？你不是把钱你都杀了，上来咱回包房了，你在这儿算啥事儿啊？行，我准备钱的啊，你先等着。
虽然做好了应对他们逃脱的一切准备，但是我们仍然没有放弃，在歌厅内寻找战机，普遣他们的预想。因为路上的行人和粗粮逐渐增多，如果在路上处置他们，我们最担心的是怕伤及无辜。如果是在歌厅内处置，我们处置的范围无非就是在一楼大厅至二楼楼梯这个范围。第一个突击组设伏在一楼楼梯间有一个监控室内，另外一个突击组设伏在二楼消防通道门外。只要一声令下，我们几秒钟内就能够快速的冲上去。包儿，你看那个钱已经准备好了，车也给你准备好了。那准备多少钱？你这午夜半夜的，付钱包后，我给你凑了两百多点儿。我车，车有半张饼吗？你看车要不然，给你点钱给你。对吧？咱们车当然有了，你差个二的。警察逃走了，我给你们下个账。警察都走了。我说我上去行，你把必须把服务员给我放了。他说行，你上来我肯定把服务员放了。这么的，这仨小子从屋里边，他张一声，这仨小子从屋里边就把这仨服务员都领下来。经过三番五次的交涉，劫匪终于同意了老板换人质的要求。往楼梯上走，走到能有个六七步的那个台阶上吧，他我下来，他先搜了，搜我身。把我身上搜一遍，搜一遍之后，我这没事儿，我这那个啥也没有。这么的，他就拿刀子，直接就架到脖子上。老板上，老板上啊，对，老板上，看出我点了一盒烟，这手拿，这手抽着烟，他的刀子搁这儿吧，最起码我能就防着点。就说这么一拽我脖子，我这么一推，我说你干嘛呀？他说你把手拿了。我说你这啥意思？我抽个烟不让了。我说我这抽烟呢，他说那行行，他说我们那经理还有那个服务生说还有刀呢，刀不说好了吗？那刀得拿下来。当时他有点，这刀我想不想撒手，这三把刀，得维持得有半分钟左右吧，就说这个，那必须把刀放下，你要是不把刀放下，那就咱们就鱼死网破，三把刀给放了，这服务员拎着三把刀下去，挟持我进包房了。进屋之后吧，说了这么一句话，我说那个我知道我们走是走不了了，拿刀就跟我来了。我说兄弟别，我肯定保证你安全，肯定让你出去。我就拿起个啤酒瓶子，我来咱哥也喝一口，给我喝了一口酒，正好我戴手套进去，我趁不注意嘛。都拿啤酒瓶子奔我来了嘛，像大茶几上茶几打回来，连胡子带脚踹的。哎，都快快快上来上来！他们仨一人拿着刀在沙发上都在睡觉。过了去别人让我父母应该也能看，真对不起，做儿子的不孝。八个多小时的对峙可谓是惊心动魄，这起劫持案件背后的真相更是让人痛心。四名犯罪嫌疑人中，三人都是未成年人，另一名年龄最大也不过才20岁，凸显出当前青少年犯罪团伙作案手段成人化、智能化、暴力化、
低龄化等特点。青少年犯罪是当今世界各国所共同面临的社会难题，青少年犯罪有其自身、家庭、学校、社会和司法等多方面的原因，我们要采取自身预防、家庭预防、学校预防、社会预防和司法预防等多种方法，有效地进行综合治理，以预防和减少青少年的犯罪。暑假期间，我们家长要积极教育引导孩子，合理安排健康有益的假日活动。社会各界也有责任和义务来净化我们的社会环境和网络空间，让我们的孩子们健康快乐地成长。好，感谢您收看这期的中国武警节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喧闹的街头，一名父亲为何带着两个亲生孩子跳楼？再给我抓紧链子！绝望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情仇？你听说他老婆又走了？是他逼的，他逼我的，为了不离婚，什么条件我都答应。英雄的壮举，新老武警又将怎样继续拯救这家人？拿什么拯救你？中国。